欢迎两位哈，听说你们俩是因为吵架认识的是吧？对。在哪儿吵啊？我们俩是在贴吧上认识的，当时吵得可厉害了。然后为谁而吵啊？因为网上一些事情，跟他吵起来了。哦，你们俩怎么好上的呢？我们俩吵架吗？但是后面发现就是很多兴趣爱好都相同，然后主要是我们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。怎么发现的呢？就后边他追我的时候就会说嘛。他怎么追的你呢？这不还在那儿吵架呢吗？怎么转下来的？当时就是，见色起意呗。他当时就觉得我漂亮，然后就开始追我。贴吧里面不是打字的吗？私下呀就加的联系方式。就先吵架。嗯。吵完之后说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不认识这样的，就是当时我们吵的时候嘛，就是。 觉得就那种场合，人家就吵得不过瘾，而且容易就是封号，不过俩就说要不然咱们就私下来吵嘛，就哦还没吵够，哎，结果一加微信准备去吵架的，发现是一美女，就追人家了，就发现是个美女，就不好意思了嘛，那就是见色起意了，这个词儿用得很准，然后就谈恋爱了是吧？对，就在一起了，那不是挺好吗？这也算一段传奇吗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骂了你一句。 我们俩就好了，怎么了？现在就觉得他没有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了。哦，这肯定是这样的，姑娘。但是他就我完全能感觉到他完全就不关心我，就不爱我了，就是。我们之前不是同意在一起嘛，就异地嘛，然后他是在安徽那边上学，我在成都这边上班。当时就已经爱得不行了，他毕业了嘛，然后我就想跟他结婚，然后我跟我爸说了，我爸也是给我准备了一套房子。 就是他完全就是可以拎包入住到我们家，他有没有房，有没有车都没关系的。但是他呢，就是不愿意跟我结婚。在哪准备的房啊？就是在成都。在成都准备的房，你今年毕业了？啊，我是去年毕业的。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现在呢，就是在成都工作。我妈就一直跟我说的是，就是结婚什么的都不着急，而且。主持人他就是听他妈的，他妈说啥他都听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。 他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跟我结婚，还不是因为他妈。那我不听我妈的，我听谁？他就觉得我就听我妈的话就不对。你能不能就是有时候你能听听我的话吗？我说啥就是他完全就不会按照我的说的来做。不是你着什么急啊？非要结婚啊？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，我就是想进一步发展嘛。他听他妈的，他妈不同意，因为他有个哥哥，他跟他哥哥是同母异父，就是他爸离开了他们的家庭，就是走了嘛。 后面就他妈就对他特不好，就是把那个气撒他身上，对他哥特别好，就跟他说，你哥没结婚，你就不能比你哥先结婚。那他哥比他大7岁呢，而且他现在又没有女朋友，那我不着急嘛。<笑>你今天是来逼婚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想让他做个选择，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？要不要结？结肯定要结，但不是现在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现在，别着急呀，你这。<笑> 你们那房子都装修好了？基本上装修是装修好了，但是主持人，我这样跟你说吧，就有一次我让他跟我去选家具啊，然后他呢不同意，还说不敢负那个责任。那行，我说那你去见见我爸总行了吧？我爸又不吃人，然后他也是不敢去，也说不敢负那个责任。那本来就是啊，那你说我妈现在都没同意咱俩的事儿，你说我要去跟你做这些事儿了，那。 不仅是对你不负责任，也对你爸也不负责任，对双方都不负责任的。<笑>你瞧我这说的没毛病啊！当时也挺气的，我就觉得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然后我就让他回家偷户口本去，然后让他跟我去民政局蹲。这个肯定不会偷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但违背原则的是吗？我本来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妈本来就没同意，那我这么做不就大逆不道了吗？我就。那我都可以，就是我为了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都可以跟我爸闹翻，为什么你不行呢？那我妈是我。 我妈，你爸又不是我爸，<笑>那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？<笑>我妈重要啊！哎，你爹不都给你准备了房子又装修，你怎么还跟你爹闹翻了呢，孩子？我不是，我只是说我可以做我爸的主，然后他是没办法做他妈的主的。哎呀，那可咋办呢？这个事儿啊，再了解了解不行吗？人反正都到了成都了嘛，他还能往哪儿跑啊？对啊，主任，我之前我来成都，我还是骗我妈的呢，我骗我妈，我说我到成都找工作了，因为。 我妈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，我妈就不同意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我实际上我就到成都跟他一块儿了。他之前就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我说啥他也不听。啊，就我不是我特别喜欢就是自拍嘛，就有一次我就拿着我的手机，我说你看，我说我像不像个花瓶，就拍个可好看的那照片。
他说我不觉得你像个花瓶，我觉得你像个花盆，说我像个花盆。那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说我就仙气飘飘的，然后现在就是那不是花盆就土气飘飘了吗？那主持人您说这情侣之间开个玩笑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。那情侣之间没有这些玩笑，那肯定少了很多乐趣呀。那你不之前也是老是说我的脑袋长得像痰盂似的，我也没说啥呀。主持人他就是在狡辩，他就是你这么找借口。他除了跟你他说是开玩笑，你觉得是羞辱你之外，他还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？还有啊，前段时间看他那个手机，他穿的那些穿皮衣皮裤的小姐姐大长腿，那我这个个儿也驾驭不了啊。刚开始追我的时候就说，哎，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的，我就喜欢你就矮矮小小的。那我本来就是喜欢你这样的。那你怎么不说我刷的那些都是些啥呀？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好机车嘛，我主要就是看那车漂亮。那你的那个屏幕呢？那别的男朋友都是设置了自己女朋友的照片，你的还是别的女人？我那屏保那也是因为就是那车漂亮我才设置的，我就觉得那美观呢。那但是人家那女的我也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人叫啥名字呀。那你单独弄一机车的不就行吗？那机车那不好看呢，它没有那感觉。那你弄一机车让你女朋友拍不就行了吗？你也傻，他就是嫌弃我穿。你把那屏保拿下来，你自己把自己 P 上去，然后再给他投上去，不就行了吗？可是那也不是我呀，他就是不喜欢我了，就是不爱我了。那他就是我们之前路过一个那个药店，你知道吗？就外面就是有个体重秤，他非让我去称体重，我都跟他说了我不想去称，然后他就直接这样，他个儿大，然后力气也大，然后直接这样帮我夹着。当时好多人看着我们，就以为我被绑架了。他还把我抠疼了，他自己不知道还在那弄。最后称没称啊？我没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重，他凭什么知道？那我跟你在一块儿那么久了，我就想知道，我就好奇怎么了？你好奇啥？我就想好奇一下，他就多少公斤级的？那他也知道我是多少公斤级的呀？不是，你又不跟他打架，你要整多少公斤级的干啥呀？男女朋友之间在一块儿那么久，我就是好奇嘛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凭什么让你知道？后来还是没称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我觉得。我多爱他嘛，我就把所有的都给他啊。我就不是知道他特别喜欢机车嘛，然后他之前他哥也是给他买了辆摩托车，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骑摩托车给摔了嘛，他妈就把那个摩托车给没收了，可能就心心念念的一直念及到那个车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。买一辆什么样的摩托车？买了一个400cc 的。哎呀，他对我好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我只有一亲妈，我只能听我妈的。不，那摩托车呢？他骑了吗？他骑到，我就是也想着嘛，就是我平时休假呀、放假这些，他能带我出去兜兜风什么的。对。但是他就没有，然后我就当时给他买摩托车，也给他提了一个小要求，我就想让你陪着我，我就让他把那个酒店的工作给辞了，就让他跟着我做化妆助理。他也是各种不情愿。对于我来说，化妆就是女孩子做的事，那就不适合男人干。那你辞职了吗？我辞了。那你别辞啊。那我没办法，他逼迫我呀。喜欢他？喜欢呢。想娶她吗？想。娶了吧。不还没到时间吗？啥时候时间到？等我给我妈思想工作做通了再说吧。你妈不喜欢？你看了没有？你妈不喜欢她，不想让你娶她是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他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啊，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我们那边吧，就有一个就是习俗，就是我兄长没结婚，就作为弟弟你就不能比哥哥先结。理解了。我接着问问啊，他这个也挺听你话的，你看人把工作也辞了吧。但是他我让他做什么他还是不配合啊。反正就是他有的时候给别的男孩子化妆的时候吧，他就跟别人凑得特别近，说我就坐在旁边，就感觉他俩就在那儿就是现场跟我直播的秀恩爱似的，我就特别别扭。理解。那我后边不是也那个体谅了吗？我就改了一下行，我就带着他直播化妆，然后我就让他做我一个人的男模特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啊。我给他修眉毛他都不愿意。你看你现在给我眉毛弄啥样，男不男女不女的。那我妈她本来就不喜欢那男孩子化妆，你说这事儿你要整直播被我妈看到咋整？哎，除了这个工作上面你们俩不和谐之外，生活里怎么样？生活后边就可能是我给他买了车就飘了呗。他飘了？对，就飘了，跟我抱怨，他说给他自由空间就不够，后边还骑着他的摩托车玩失踪。我那是玩失踪吗？有的时候吧，就是我跟着那些摩友一块出去骑车玩，
就因为我没接他的电话，那您说我骑车的时候总不能就是把手机拿在手里吧，对吧？那肯定不安全呐。那段时间你甭给我打电话不就完了吗？我到点我自个儿就回来了呗。主持人，他都能每天就是按时按点的给他妈打三个电话，为什么就不能接一下我的？他是我妈，你又不是我妈。他有时候真的说话好气人啊。他除了跟摩友骑车出去玩之外，平常都会陪你吧？不会啊，他也不带着我出去玩，经常玩失踪。那与其这个样子，我就把他们摩托车给卖了。您看主持人，他就是那种上一秒还给你特别大希望，然后后一秒就让你陷入绝望那种人。您说这种人得多残忍。谁让你平时出去玩不带着我的？我让你带着我是兜风去的，你自己到处玩。那我不是为你安全着想吗？我让你飘，这次不飘了吧？这次老老实实回家了吧？不出去了吧？没有，就是他后边，就我把他摩托车卖了之后呢，他就跟他朋友天天就泡酒吧。我满成都泡酒吧，我干嘛？那我满成都找你呢。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我在他楼下等了他整整一宿，他都没有回来。第二天带着别人女人的手机回来了，那我当时真的是好气啊，快气炸了，我就打了他一巴掌，结果他也推我了。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当时嘛，因为朋友在一块儿在外边喝酒嘛，就在酒吧里边，因为喝多了嘛，桌上有啥就往自个儿兜里面揣。后边我跟他说了，我说这是我那一朋友他女朋友的手机，我就不小心拿错了而已。他等解释都没等我解释，上来就打我。您知道他因为那段时间就刚给车卖了嘛，您知道就打个比方来说，他有些小孩子喜欢某一个玩具，是，然后您给他买了之后，他肯定特开心。等于他把你心爱的给你卖了吧？对呀，然后我就去借酒消愁啊。听懂了吗？今天来干嘛，姑娘？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出了问题，分手吧。可是我又不太想分手。分吧，不分。为啥不分？你都不在乎了，你还不跟人分手？不是不在乎，主任，您知道这个爱好跟心爱的女人她不冲突啊。结婚？她就像是您这样逼迫我的。那你就答应不就得了吗？我没法答应啊。分手？分不了。这麻烦了。往前走吧，男生不愿意；往后退吧，女生还不愿意了。这可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吧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位男士啊，你虽然口口声声的说我妈怎么样不同意，其实我个人的看法，那是你的借口。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？因为女方给了你太多的压迫感。你喜不喜欢她？喜欢。你爱不爱她？爱她。包括他给你提供的这些帮助，是吧？人家不管你要房子，不管你要车，你过来，这些条件对一个刚刚毕业二十出头的男生来说，他是一个巨大的压力，他未必能承受得起。那第二，我来讲讲我们这位女士，你也不要老拿父亲对你的爱和他母亲对他的要求来去同等，虽然都是长辈，但我告诉你，女儿是可以主导父亲的。父亲对女儿，那是百依百顺的，我们作为女儿的父亲都知道的。是的。但是，母亲对儿子，就像你对他一样，他能掌控得了你吗？掌控不了。你老是想去掌控他，这两种长辈的爱，他也都不一样。啊，这是第一，第二。你给他创造的这些条件不是作为你要挟他跟你在一起的资本。我都为你这样了，你还不那样。你这种力量给的越大，他反弹的越快。所以你要真正的想清楚，让他去做他心爱的工作，你才会成为他心爱的人。好吧，我就说到这里。这个男人一定不能嫁的呀。我们就是太爱他了。你的人生重要还是这一个男人重要？我觉得他挺重要的。他挺重要的，但还是没有你的人生重要吧。其实你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说这个男人不能嫁。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，他为了一辆摩托车能够辞去自己的工作，你觉得这个男人他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吗？是我逼他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
你逼迫他，他就能那么听你的话？他是听你的话吗？他是太喜欢那辆摩托车了。你还看不明白呀？你觉得他有那么爱你吗？我这话说出来有点扎心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给到他的是什么？都是诱惑呀。他爱的是那些诱惑他的东西，不是你姑娘。一个能够为了玩的这个东西去辞职的一个男人，他能撑得起你们的婚姻吗？所以我说这个男人不能嫁，就这一件事情一定不能嫁。然后再其次，按照你的理论来说啊，他一天给妈妈打三个电话，什么事儿都听妈妈的，你嫁到他们家跟他妈妈去争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争不过的，你一定会输的。你有什么资本跟人家妈妈去比呢？你今天来的目的不就是逼婚吗？逼婚不成就是让他改变吗？但我告诉你，这个男人没有那么爱你。你以为我给你创造所有好的条件，来吧来吧，跟我结婚吧。你太傻了，姑娘，你的人生当中除了爱这个男人没有别的事儿了吗？不是只有爱情和嫁人这件事儿吧？把心思放在其他的地方，多分散一下精力吧。谢谢。男生为什么你不跟他分开呢？我就挺喜欢他的呀。喜欢他什么？他对我挺好的。他给你买一件礼物，然后又那么残忍地把这件礼物摔碎。但是他之前就没有这个样子。那现在他就是这样的。我问你，现在没有离开他是什么原因？想慢慢的改变一下吧，帮他。我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特别的不健康，两个人都不健康。男生认为我和他在一起，我享受一些他给我的物质帮助，虽然我觉得有一点大男人不应该这样，但我还是乐得消受了。但实际背后没有情感的支撑，这些就都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。女生也一样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像在需要件玩具一样的感觉。我一定要得到它，我用各种方法都要得到它。无论是我软磨硬泡，我撒泼耍赖，还是我千里追杀满城寻找，我费尽心机，我就是要得到它。至于得到它要干嘛呢？你完全在情感中是冲动型的，冲动的买个车，冲动的把它卖了，冲动的说你把户口本偷了，咱俩结婚吧，哪天你就冲动的离了。20多岁，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找一个彼此相爱的人，你欣赏他的志气，欣赏他的理想，多好呀！干嘛掉在这样一棵树上？你又干嘛沉沦在这样一段不健康的感情中，让自己七尺男儿显得这么难堪？好不好？都多尊重一下自己，就会好起来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刘老师，我问一下这女孩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跟她结婚？嗯。结了婚就有用吗？切莫草率啊。那我问一下男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是做心理分析的，所以我会听到你们之间一些细节，就是女孩把她图片给你，她说花瓶，你说是花盆，是吧？你还有一次把她抱到体重秤上，像当众称她的体重，是吧？好玩吗？这真的好玩吗？弗洛伊德说过，人没有一句玩笑话，人的任何玩笑都有真实的成分，所以我认为你并没有那么认同和欣赏你选择的女朋友。你喜欢的是摩托车，而且你还喜欢骑着摩托车的那些女郎，但她给你买了摩托车呀，你不能拒绝她呀。所以女孩特别想跟你结婚，她想把你当作归宿，你只想把她当作过渡。女人就是特别傻，喜欢一个人就想跟她结婚，男人不那么喜欢也可以谈着。你刚才说妈妈不同意，你哥哥没结婚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借口。所以真的要考虑清楚，你们的原生家庭都是单亲的，所以你们在爱情的相处方式中会有一些单亲家庭的一些原始痕迹。比如说你跟他一谈恋爱就进入控制和被控制的母子纠缠，他变成你妈。然后女孩呢，我觉得你的父亲很宠爱你，因为单亲家庭是不是什么都给你买了，但是你缺一样，你缺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所以你一旦遇到喜欢的男孩，就立马想用结婚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，弥补你童年的缺憾。但是原生家庭给你们造成的那些遗憾，真的能用现在这种方式形式上弥补吗？婚姻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，它并不是形式主义，也不是按驴喝水。所以你们可以再去当做异性朋友去交往，但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时候是结婚的时候，好吗？我说完了。好，谢谢刘老师。姑娘，你们的感情里原本是没有经济纠葛的，
是你拿经济纠葛砸出了他内心的欲望。本来就是特别单纯的爱情，我爱他，我就想嫁给他。你还不如那会儿你开开心心的，你就不告诉他有房子，不告诉他有车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跟他说我就想嫁给你，你就娶我吧，我不要彩礼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们俩租房子去那个，可能不是今天这个结局。对生活负点责任，年轻人，拜托了，一起进入真情的生活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把你那个车卖了之后，你是真的觉得就是那个车比我重要是吗？我不是觉得车比你重要，我只是觉得你给了人希望就不应该再让人陷入绝望。那我再问你个问题，就你现在到底还喜不喜欢我，还爱不爱我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，请开门。